你经历色诱行径，我们安全摆在他的GG上。又有吃又有拿哦，就是有这种不要脸的行径，才会害我们台湾国门假你拉叉。行警局这名48岁已婚警官孙一鸣，5年前承办 X 光机安检仪器采购时，竟被中国同方威视公司31岁李姓女经理彩色利诱。他不但和对方发生婚外情，自拍性爱影片，还收了306万元回扣，最后就陆陆续续以7000多万采购17台伪装成日本制的中国 X 光机。哎，毕竟是 Made in China， 这几台仪器扫描时陆续出现残影、跳黑甚至停机等等状况。前天更发生猫咪不慎跑进行李箱，却扫不出来，有够离谱。台湾海关就是不承认那只猫是从台湾过去的。发现这么多丢脸的事，检方今天因此以贪污罪嫌将它提起公诉。警报中心桃园报道。